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番茄豆腐红三鱼汤。咁我呢个番茄喺街市卖嘅，佢一份有两隻，每份都好新鲜嘅。咁我就买咗两份，总共系$4。红三鱼$25一份，有五条细细条嘅豆腐一件，你用实豆腐或者滑豆腐都得，姜一塊。以前细个嘅时候，呢啲细红三鱼系冇人食嘅，用嚟喂猫。大嘅红三鱼咧都好平嘅。啲番茄咧，如果唔中意食皮咧，可以去咗皮先。处理呢啲海鱼嘅时候小心，唔好俾呢啲鱼刺刉到。俾少少盐落去，呢个豆腐咧，你可以浸一浸淡盐水，去一去个豆腥味。煎一煎呢个红三鱼。煎到金黄反转，如果呢个鱼咧你系唔食，就可以拆烂佢。煮完鱼汤之后咧，就隔起嗰啲渣。咁如果你系食嘅咧，就加热水。煎到两边都金黄嘅时候，我哋加入热水。一片姜、番茄、豆腐，水滚咗之后咧，中小火煮佢10分钟。剛才的鱼呢，我们是给了少少盐的，试一试味先再落盐。落返适量的盐。你看看这个汤几奶白。